球队10-2获胜。就打了非常技巧，但游击手横越了很长的时间。Nice play！ 哇哦，这如果说可以的话，很想把他选进我们今天好球带的五大好球。哦，既然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抓到打者、啊，真的太不可思议了。感觉从三垒跑到二垒来接球啊！而且其实一垒手也配合演出。哇，在整个移动的范围哈，几乎是在这个草皮上才接到这个球哦。我还是维持着相当好的一个平衡来把球啊传向一垒啊。